见。拜拜。祝你顺利哦。现在是6:44了，然后，耶！这是我们昨天住的地方。这个人要准备出门，是吧？准备出门。外面没有什么人哦，车很少。等一下，我要走去那边买早餐。昨天很热，今天。听说很冷，来看一下几度呢？现在看是19度哎。哎，太阳。中午会很热。好嘞，换衣服去。咦，着装完毕，准备出门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姐姐下楼帮我们去买早餐。现在看她应该会过马路，等绿灯。嘿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正在过马路当中，跟着旁边跟着一台 U-Bike， 好，顺利过到对面的小林发廊。我们的早餐店是在他的旁边哦。那我们就等他买回来吧。又帮我们买早餐回来喽！欢迎光临，耶！看起来好营养，来吃早餐喽！才7:11。买了 7 的牛奶，一瓶要45，很贵。鲔鱼蛋饼，耶！谢谢姐姐。这个咖啡叫做齁雅，昨天喝的时候觉得不错。这个名字看得到吗？甜甜的又苦苦的。好，现在来泡一下，就半杯热水。即溶咖啡哦，里面有糖有奶的味道，然后我就这样摇一摇，真的溶掉了。对，真的是即溶咖啡。现在喝看看，浓啊，好喝好喝。姐姐就想了，用吹风机把馒头吹热，是羊奶馒头哦。因为够小，应该可以这样就可以马上受热，应该等一下应该也是软软的。在那里，我妹妹要准备出门啦。现在路上变好多人哦，也不是很多，不过比6:00的时候多了一些些人。台北101在这儿，她的头被雾化了。哎，不能！买个口罩要排队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夸张！而且我们还没吃饭前就已经排了，1小时前就在排，一个小时后还这么多人。7:50出门，营养师考试第一天，太早起床读书，真辛苦。4分钟 ，OK。再见。
验了，考完第一天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U Z， 请问你有到中港澳吗？没有。在窗边，在窗边。放空的八点，然后我再算到六点。好冷哦。